大家好，我是摄影师左相，欢迎大家在每周三呢准时关注左相 class 摄影课堂。我们的前两期视频呢，在全网的播放量已经突破6万，在这里呢，感谢大家的关注。那么我们会一如既往为大家带来更好的视频。今天呢，给大家带来一组凝固水花的拍摄。凝固水花呢，属于高速摄影，在这里呢，首先给大家讲一个重要的概念。那么在闪光灯高速摄影当中呢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闪光持续时间。闪光持续时间呢，通俗来讲呢，就是闪光灯从开始闪光到结束闪光呢所用的时间。我们今天拍摄用到的灯光呢，是神牛的 AD600 Pro。AD600 Pro 呢，它的标称的闪光持续时间呢是220分之1秒到1万分之1秒。为什么是一个区间呢？因为当我们的闪光灯的输出功率呢越高，它的所用的闪光持续时间会越长。那么它以最低功率输出的时候呢，那么它的闪光持续时间就会越短，就会达到1万分之1秒。那么在今天的拍摄当中呢，我们经过尝试呢，我们选定了16分之1秒的输出。下面呢，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拍摄。那么首先呢，还是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么一个布光的情况。首先在这个杯子的右侧呢，是我们的一盏条形的柔光箱，负责打亮这个杯子以及这个柠檬片儿。然后在这个杯子的正后方呢，也是一盏灯，这个灯是标罩加了蜂巢，透过这个硫酸纸打向这个产品。然后呢，这个灯的位置需要跟大家说一下，如果我这个灯是靠前的话，我们会在这个杯子的背景呢产生一个明暗过渡变化，明暗变化比较强烈的一个这么一个背景。那么如果往后呢，这个背景的明暗变化呢会比较缓和。在这里呢，我们会选用投掷这种塑料假冰块的方式呢制造喷溅的水花，当然呢也可以用瓶子直接往里倒水。然后呢，今天我们会来都来尝试一下，看会产生什么样的水花效果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来开始今天的拍摄。首先呢，我们要选择一个手动对焦，我们选择的对焦点呢是在杯子的最外沿。选择最外沿的原因呢，是我们要合理利用这个照片的景深，然后呢，让我们喷溅的水滴呢及杯体啊都在这个景深范围内，让它是一个清晰的景象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有请小智，让他来帮我们投掷一下冰块。好，3、2、1。好，1、2、3。好，1、2、3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完成了今天的拍摄，现场已经是狼藉一片。我们一共拍摄了100多张照片，但是有非常多不错的，然后我给大家看一看。对，这几张都是我比较喜欢的。希望大家呢回去啊也试一试，然后把你拍摄的照片发来跟我分享。最后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再见。